范冰冰生日，朴克文半夜0:07晒照送祝福，两人手捧鲜花合照。如今转眼间范冰冰已经39岁了，时间真是过得好快，范冰冰就要不入40了。半夜0:07，范冰冰造型师朴克文晒照发文送祝福，两人手捧鲜花合照。这不，范冰冰39岁生日，朴克文半夜发文晒合照，照中看到范冰冰穿着 V 领吊带长裙，化浓妆看着有点显老显沧桑。朴克文与范冰冰合照，范冰冰另外一只手还拿着氢气球。再看旁边的装扮粉嫩，这是专门给范冰冰准备的吗？再看这张照片，范冰冰搂着朴克文的肩膀，而且两人都捧着鲜花，范冰冰的花几乎是全粉色系，而朴克文的鲜花种类比较复杂。网友看照送祝福，有网友送祝福说，你们要越来越好，祝我最爱的宝贝生日快乐范冰冰。杨天真和范冰冰合照很有技巧，杨天真靠后，范冰冰在前面合照，两人单手捧脸，这样杨天真的脸就不显得大了。照中看到范冰冰显年轻，